happened to pass by you with a couple friends right by your table. Oh, okay. Maybe you're willing and able to share a tune with me, cause I have seen other ladies all throughout the night with their mini skirts, 4-inch heels, talking to 10 guys. See, I ain't with that. 今天好热哦，我选了一条比较清凉的白色连衣裙，然后配了一个奶茶色的包包，还有双棕色的拖鞋。因为我前两天光脚穿小皮鞋就把后脚跟磨破了，所以最近只能穿拖鞋出门。这条裙子很有纹理感，洗完了以后自然晾干，纹理就更明显，我很喜欢。还有就是今天穿了一双很少女心的袜子。We just need to keep this going. Shots of Patron are kind of flowing throughout my body, and I'm feeling all good. Maybe we should sit down for a minute. 怎么了？Your hand is weak. 我要去吃麦当劳。六亲不认的步伐。刚才在外面逛了一会儿，超级热，现在急需喝一口奶茶。我脸大还是他大？你大。能？小谢这个人哦，他从来不撕这个番茄酱包的，但是我撕了以后，他又说他又粘得起劲儿。我不撕的话，他就直接干吃吃吧。我在地铁穿这个白裙子。现在我要无能狂怒了。真料了耶，回去加奶，又可以续杯，又续杯好奶。为什么是我飞车啊？去死啊！我现在用嘴巴叼着摄像机。那你怎么说话的？做指甲，但是现在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买了雪糕，我必须立刻马上回家，立刻马上。很健壮。洗衣服时间，真不容易。哎，有没有洗干净？好像还是黄黄的。完了，如果洗不掉了，我岂不是洗掉了吗？哎，我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洗没洗掉了，好像洗干净了，我好像看不到，但我现在我的腰快要熬断。螃蟹已经煮好了，现在要，好香哦，我现在要选一只，就你来。这只是母的吧？哎，屁股盖头怎么不见？哦，好像有点结实的样子。看看怎么样？哦，还不错嘞。那我要开始吃哦，拜拜。